位在彰化花坛的大山牧场，总是充满着孩子们的笑声。好重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蹲着喂，蹲着喂，蹲着喂。由专家所调配的饲料，以及当地最纯净的山泉水，难怪所生产出来的牛奶味道可是一级棒哦！亲自体验挤牛奶是最吸引游客的项目了。除了品尝现挤最新鲜香醇的牛奶之外，更多了一份自己动手的趣味。利用牧场所生产最新鲜的牛奶，牧场主人还研发出只利用火候的控制，就让鲜奶变成粘稠的麻薯，风味非常特别。除了鲜奶麻薯之外，不论是雪糕、鲜奶馒头，甚至是牛奶火锅，独特的风味都让游客大快朵颐。亲自体验喂小牛喝奶、吃草的乐趣，品尝鲜奶麻薯，或是彩绘 DIY， 走一趟大山牧场，感受淳朴的牧场生活。